耶稣讲啥？你即满大约嘛九十，会再去荷兰萨克州来看，伊本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，后壁汉因着信蒙召的时阵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伫伟业的所在去。出去时阵，还佫毋知要运搭落去。后壁汉一蒙召，就立刻遵命出去。既然是往要伫伟业的所在去，怎样毋知要对搭落去呢？原来出去的时阵是指着伊的行动。当伊采取行动的时阵，伊对着上帝应允，敢若是一个模糊的概念。事实上讲，伊并毋知确定的目的地到底伫倒落，迄个所在到底伫倒落，伊毋知的时阵，伊就凭信心来行。那你即摆有听顺？咱对着人生的中间感觉可怕，就是因为咱对着头前面的道路，咱毋知影。阿伯拉罕甲上帝同行的旅程，起点就是。徛伫即个未知诶所在，人生就像一个冒险，毋是干呐为着要维持。今日写头前面诶人，通常也是上愿意去做、上毋惊挑战诶人。诺亚做方舟诶时阵，是一个信心诶行动。你即个进前无人听过，也无人看过方舟，甚至也毋知影大水落雨究竟是虾米，这是一个新诶事。如果诺亚若毋去冒险，要安怎有行动呢？当人伫迄个所在踢笑伊，讲大水要来，这是一个异想天开。伊做方舟，那个是一个白痴的行为。但是咱的上帝是一个做善事的上帝，伊爱咱伫中间也做善的事，为着上帝的国度做代志，必须冒险，甲军队上帝话，甚至到着迄个未知的未来。安全稳当的生存，并不是上帝造你我的目的。船停伫港口是上安全的。你迄个所在永远拢莫离开港口时，那安尼就袂拄着伤害。但是这毋是船被造的目的。小心谨慎是应当的，但是想过到谨慎，人生就欠缺了成就。惊有损害、伤害，无爱做任何代志。伊若做讲无做，就面对就安全，这毋是上帝对着咱的托付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离开着安全的港口，进入到未知的未来吧。你愿意吗？来祈祷，特别上帝感谢你，让我会当行信心的道路。通过着阿伯拉罕的呼召，也看见阮的人生嘛是安尼。阮相信你为着阮陪伴永恒的家乡。就互阮用信心来敲锤，跟对着你的话，行这条道路。感谢你，奉耶稣名祈祷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，甲你的一家。